国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，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话说当年啊，这轻轨在我那年代可是没有的呢，你读书可方便着嘞。高雄真是个好城市呀，我舍不得离开呢，父亲。哎，你到那边读书可要专心点啊，女朋友什么的尽量别碰就别碰。孩儿的事你少管呢，父亲。哈？哎，话说这甘仔蜜啊，我的橘子呢？儿子，老爸去找你了，里面没人，快进去。爸，我来找你了。啊，儿子，老爸找到了，哈哈哈哈！轻轨成员原来都没偷。